再来。好焦。好焦的还珠珠。还珠珠。哇。刚才吓到你了是不是？吓到人家。好吧，当然揍他，好的，揍他。我都没见过大王揍我们啊！他们揍。怎么啦？海棠，欢迎。阿达在撒娇。他们两个太贱了。海棠，妈妈。点点，橡皮筋，看好了，飞出去。妹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那个巡回呀？他不会的，他。还海棠，嗯，好可爱你，你会回应的，你好可爱。来撒娇了，黄猪猪。你要关注他就很喜欢。那小白屁屁这么你的走路好霸气。来好坐好。对的，你对你为什么咬？怎么回事呢？咬人家呢，你的脚。李妹走了，李妹。怎么啦？妹妹？没？这脚，好看。我你就天天趴在这里等人伺候。我把你肚子认真蹂躏好啊。什么肮脏的？剪枝。剪他肚子的脂肪。嗯。那你干嘛了？妹妹，你干嘛呀？也不过去。玩玩，不想干嘛？真来了，好听话的，他也变得好听话的。哼哼，妹妹，哼哼，变听话了，妹妹。你总先不睡觉嘛，你打哈欠呢，整天打哈欠。对，所以他好喜欢打哈欠。哎，他又走了，你怎么又走了？小猫咪很会玩腿了，嗯。